大家好，我是松赞。接下来 RNG 将会迎战 HLE， 这一卦算 RNG 此战吉凶，我们开始吧。卦62小过，欲解此卦需看九四之象。九四无咎，福过预知，往利必接，勿用永贞。意思是九四没有祸患，不过分恃强恃刚就能遇到刚柔，但是主动迎合阴柔会有凶险，因此务必心存芥蒂，不能去施展财用，要永远守中正之道。相曰：福过预知，位不当也，往利必戒，终不可长也。意思是相辞说不过分恃强恃刚就能遇到阴柔，因为九四爻以刚居柔位，位置不正，主动迎合阴柔会有凶险，务必要心存芥蒂，是说若主动迎合阴柔，最终将不可能长久无害。根据卦象来看 ，RNG 此战不要勉强硬上就能遇到自己的节奏，如果主动介入对方的运营节奏会有凶险，务必小心谨慎，守好中路。希望 RNG 与 HLE 可以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比赛。三连关注发家致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